去。小山君、高橋先生はあとどれくらい？先生がもう小山さん、もし高橋先生法要まで耐えられないなら、君は試験を探検できるか。またタコさんの資料が持ってない、データとか図鑑とかなければ還元は難しいです。持てるとしたら。ご心配なく。止まれって命令をした、俺は。なんで？ウイルスが下肺に及ばないようにこの場で死体を収める。なぜ報告しない？調査殿が死体を処理しろって言ったんじゃ覚えるでしょう。这么远，刚好会在这个地方停车。自打一上这趟火车呀，我的感觉就一直不太好。你看这一路，就一直没有熄火停过。哎，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吧？时间紧急，管不了这么多，走。车怎么停了？そんなことは二度がない。高橋博士はどうしますか。天皇様が先生の成功を忘れない。やめろ、先生。先生，しょうがない、時間の問題だ。先生、どうするつもり？この場で収める。先生をこのまま捨ててはいけない。バカめ、しょうがないって言ったんだろう。ん？按照北川美信的要求，渡边信一郎将被感染的日本士兵转移下列车。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列车上已经有乘客感染了病毒。好像日本人搞的鬼，搬什么东西呢？渡边信一郎完全没有料到将感染士兵秘密送往医院治疗的这一决定将会给多少无辜民众带来灭顶之灾。体をうずめて、あの二人を病院に。陈玲，你怎么不上了？森林，我害怕。不是你第一要上的吗？怎么还害怕呢？森林，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看到那火车压人，那人压得稀碎稀碎的。你看那车，我就想起来那画面，我也是害怕。陈玲，你不害怕我吗？还行。哎，森林，刚才我看了一下车头，好像不是亚细亚号。是吗？啊，是吗？我就说嘛，我跟你说，要那辆车，我肯定敢上。这就不是嘛，我就算了。这是怎么办呢？前面有个铁桥，咱们找个有利地形，让小六跳。小六，你行吗？你行吗？要不咱先过去看看再说吧。走吧，走。你凭什么说列车暂时不会爆炸？想知道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你先救人吧，救完我告诉你。童小乐，来，干嘛去？去日本人的包厢。你有病啊！你们送死是不是都有瘾啊？如果我现在不去日本人的车厢，这些人就得在这儿等死。我要去日本人那儿给他们找解药。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说那解药在日本人那儿呢？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日本人为什么要戴着防毒面具啊？因为他们知道这里面的人感染了病毒。他们知道的那么清楚，病毒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带上火车的。不行，这太危险了，我陪你一块儿去。那这里面的人怎么办？万一日本人来了呢？我问过我弟弟，他在感染之前接触过一辆小推车，还有一个受伤吐血的日本士兵。小乐，就站上那辆小推车，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我去日本人那儿找线索。好，胖子，你去里边看看，我马上回来。注意安全。哎，我刚刚在餐车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件不是应该放到邮车里吗？那好吧，我现在就去。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没事，我随便看看。
对不起啊，没事。是，没想到你为日本关东军奉献一生，最后却死在日本人的手下。渡边竟然下此狠手，学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学生只有颠沛流离的泥松养，才能苟活于今。没想到。医生，食堂社の人たちを助けるには何か方法がある。喝点水，坚持一下啊！发现什么线索了吗？他们快不行了，赶快想办法！你怎么了，兄弟？快点吧！别动！好。给。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对呀。子君回来过吗？没有啊。你找他去，这儿交给你了。啊。扶着。慢。交给你了。啊！你赶快的啊，这边都快扛不住了。兄弟，先喝点水。兄弟，你怎么这么疼？我要出去！哎，我要出去！哦。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都不许动，出去了就是死啊！出去就是死！本人为什么要封锁包厢啊？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这么久你去哪儿了？我在童小乐的包厢里，日本人守着出不去。你去他那儿干嘛？我跟于潇潇本来打算要劫杀童小乐，但是被日本人困在里面了。于潇潇，也就是说，你跟于潇潇两个人一直待在一起。现在是又怎么了？为什么每次提到于潇潇这三个字，你就好像跟发了疯似的一样，这么的不可理喻？发疯是吧？好啊，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发疯。你要干嘛？我要开枪，我要日本人继续封锁包厢。你跟于潇潇在一起多长时间，我就跟你在一起待多长时间。开开，往我这开，往这开，开啊你！告诉你，疯了！你胡想，给我！我告诉你，我不是要来这边跟你胡闹的，我是要来告诉你，马上就要实行我们的计划了。我们的计划，你还记得吗？说完火车站的计划呢，是乌鸦全权制定的，石虎大桥的计划才是我提出的。这个乌鸦他太自私了。石虎大桥的计划才会成为备选的方案，所以你故意让他不成功。双环计划如果实行了，乌鸦的亲信全在车下接应，你以为我们能够瞒过所有的人夺到那些黄金吗？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这我还以为你会一直的发疯下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回不来了呢。我的世界永远只有你，可你的世界却是别的女人。好了，别信了。再两个小时，再过两个小时，我董明的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海南。何がするんだ。女の容疑者を捕らえたようです。早く手伝って行け。はい、はい、说吧，谁派你来的？你到这里要找什么？我真没想到你们真的在这个地方用活体进行病毒实验。你们就没想过，要是让国际反生化调查组知道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你觉得你还能从这儿出去，告诉那些反生化小组吗？嗯，说吧，谁派你来的？我说了，你又不会放我走，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说说看，也许你说的东西对我有价值，我可以考虑放你走。真的吗？当然。你确定你有资格放我走？你什么意思？在这儿好像你说了不算话吧。刚才听他说你们把他老师给杀了，还是你亲自下的手？我真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还自相残杀，啊，还是你亲自动的手？你怎么能对自己手底下的人那么狠心呢？你还是……你信不信？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没事吧？没事吧？刚才摔吧。起来。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你快走吧，趁他们还没有发现之前。你是中国人，我不管你为什么要帮日本人做事情，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外面已经有部分乘客感染了病毒，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同胞一个一个无辜的死去的话，你告诉我怎么救他们。病毒传播途径
是靠血液，可以透过伤口入侵人体。病毒入侵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汗流浃背等症状。严重时，内脏开始出血，会出现频繁呕吐，然后就是意识消失、昏迷不醒。最后出现狂躁兴奋状态时，就代表感染者距离死亡不远了。那解药在哪？应该有抗病毒血清的呀。这是老师生前研制的抗病毒血清，但因为制作的时间仓促，来不及验证其疗效，老师自己也被感染了。老师给自己注射了一针，但还是没有救活自己的命，只是延缓了病症发作的时间。这一根针剂根本就不够，外面有很多乘客都感染了病毒。一支针剂只够一个人，这是最后仅存的一支了。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放我出去！快点把我们放出去吧！大家不要急，千万不能急啊！我姐姐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要相信我。她出去那么久都没有回来，肯定不会有救我们了。放我们出去！如果我现在让你们出去，你们只会让日本人打死，因为我们身上都有传染的病毒。如果在这里，我们还有活的机会。都别激动，加快血液循环，只会死得更快。我不要死在这儿，我要见我娘，娘。要想活命，就安静下来。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你是谁？这一路火车都开得这么慢，这就是证据，你拿去吧。这是什么？老师是唯一完整理解此病毒公式的专家，但不久前被黑鸦所杀。如果老师和黑鸦在途中不幸死亡，就必须对此病毒公式进行完整的保存。所以日本人就把完整的病毒公式图谱刻在这个黄金吊坠上，然后运来运送。黄金吊坠共有十二枚，分别为十二生肖，背面刻着公式图谱。日本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运送病毒公式图谱呢？已经有国际反生化武器调查小组在寻找此事证据。日军秘密将病毒公式刻在黄金吊坠上，掩人耳目。那这些黄金吊坠，每一枚都是一个完整的病毒公式图谱，还是说要把这十二枚黄金吊坠连在一起才是？不清楚，我只知道这十二枚吊坠都在这趟旅车上。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十二个人呢？那些最不像乘客的乘客，还有死也不下这趟列车的乘客，就是戴金泽。我其实是个孤儿，帮日本人做事，
因为报答老师。见过这个吗？我叫史蒂芬·安达，别怕，我是来救你的。你不会死，按照我说的做。相信我，闭上你的眼睛，你只是慢慢的睡着，忘记你现在所有的痛苦，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个吊坠的故事，因为这是个秘密。我把我的秘密和你分享，你也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和你的秘密，可以吗？你们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国民党要炸车，我们是来阻止他们的。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滨城抗联特工队三招。你们又有几个人？五人。之前要炸死日本人那个也是你们抗联的？他是亮子。你姐姐也是抗联的？她不是我姐姐，他是滨城抗联特工队队长林子君。林子君，他待我像弟弟一样。我从小就是个孤儿，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因为他，我加入了抗联。你们为什么要上这趟列车？车上有黄金，有人要炸车，抢黄金，栽赃抗联。抗联其他的人呢？北川だ。少々殿お願いします。はい、若田メス王様、牛もなくした。敵が隠してる、なかなか見つかられません。列車を徹底的に捜査しろって命令し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兵力支援お願いします。都会キャラは私が主管に引き続きます。あと特別行動組も都会まで列車を守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you
怎么走啊？哎呀，这什么地方啊？这咋？哦，行动。高科技。是炸药，这他们为什么炸桥啊？桥炸断了，火车就会车毁人亡啊，明白了吗？这样他们就能拿到黄金。嗯，哎，这好啊，这个等那个火车那个炸坏以后，黄金掉出来，咱们人多呀，我们人多上去一抢，不就省事了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哎，这就是这个道理。都正好了吗？